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女生们啊，你都被怎么样批评？你被批评什么 ？What do you get criticized for？ 好严重哦 ，criticize 这个字，批评。那最近跟一个好朋友叫 Chris， 他的老婆叫 Jenny， 我们三个一起聊天，然后 Jenny 就常常在就一直陈述着他被我的好朋友 Chris 怎么样批评。OK， 啊，你点东西不要这样点啦，或者是啊，蛮可怜的哈，我觉得。好了，扯远了，来回来这里。所以女生被怎么样批评？来第一个看到 ，not having children or being unmarried， 好吧，正好想回我们刚刚这个朋友的例子，也是他们还没生小孩，只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生，但是女生就觉得我会失去自由，不太开心，哦、然后老公又常碎念她、哦、好了 ，Chris 要改一下了，来，哦，anyway， 所以没小孩，或者是状态是还没有结婚 ，so not having children or being unmarried。先把这里读完好了。这个人写作不错，因为他的时态控制的非常正确。那这我们就稍微讲解一下下。先把它读完了。来 ，I'm 41 years old. If I had wanted either, I would have done it by now. I've had ample opportunity to have both, and I want neither. I don't need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my life criticizing me about my life choices. 搞定。那注意时态了。我现在41岁。I am 41 years old. 现在是。如果我要其中一个的话，也就是有孩子或者有结婚的话，你看两个嘛 ，having children 或者 being married， 对不对？所以 either 就是择一。要是我想要其中一个的话，我现在就已经我在当时我在以前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两个其中一个弄到了这样子。所以他这两句就是一个假设语气。如果我以前要，我以前就会把它锁弄好了，搞定它了。所以他用的是这个 ed 啊，这个不是 ed 啊，这个。I 一撇 D 哈，这里是 If I had wanted either， 这里是 had， 我把它写出来好了。If I had wanted either， 然后接下去，所以我希望你看得出来这是过去完成时，因为这是跟过去式相反的假设语态。他就没有想要，但以前如果想要，所以跟过去式相反，那他就会把这两个都搞定掉。所以后面这个 I 一撇 D 则是 I would have done it by now， OK。那你可能会问说，老师你怎么知道这里后面这个 I 一撇 D 是 I would， 前面这个 I 一撇 D 是 I had 呢？因为我懂文法，就这么简单。好，后面这里也不可能是 I had had， OK？ 如果是 had had， 不会再接一个 done， 哦，这个文法是不对的，哦，不可能有三个这个动词这样接在一起，所以这里是 I would have done it， 所以两个都是过去完成式，都是跟过去式相反。我们讲到这里就好了。所以我要是以前要，我以前就会把它搞定了，但我以前就是没有。那事实嘛，对不对？那他人生到现在有很多的机会来想要来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所以累积到人生的现在都还有很多机会，所以这里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I have had ample opportunity to have both， 所以 ample 就很多了 ，OK，ample 这样子，所以很多机会，但是我现在就两个还是不想要 ，and I want neither， 两个都不要，所以刚刚的 either 是择一 ，neither 是两个都不要。所以这里用现在是再陈述一次，两个都不要。那他现在也不需要人们告诉他该怎么过他的人生。I don't need people， 什么样的 people？ 不知道我的人的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about my life， 不知道我的人生，来批评我怎么去过我的生活，怎么做我的选择。I don't need people criticizing me about my life choices。搞定 ，OK， 好。然后下面这两个回应，我觉得蛮令人难过的哈，有一点，但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好了。再来说的就是。下面两个回应说的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女生回的、啊，自己本身有那个生育的问题、哦、好，所以他说 this 这个 this 然后句点，反正文法我们就先不讲，总之就是呀这件事他同意，所以 I can't reproduce due to a health issue， that I was born with， and I can't tell you how many times I want to tell people to f off when they ask why I am in my late 30s and don't have children。好，先看到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I can't reproduce 就是他不能够生育 ，OK？ 那 due to 就是因为哈 ，due to 一个 health issue I was born with， 所以因为一个他生下来就有的 health issue， 他因此不能生育。那他实在是数不清有几次 ，I can't tell you how many times。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我不能告诉你有几次，他说的是我说不上来有几次，太多了 ，I cannot tell you how many times。干嘛呢？好，有这么多事干嘛呢？就是他想要告诉人们来给我闭嘴。I want to tell people to fuck off，
所以这里他没有讲出 fuck， 就是他就 f off， f 就是你知道就 f 嘛，好，那取代掉fuck 这个字，所以他都说不上来有总共多少次想要告诉人们给我闭嘴。当他们问我为什么我现在已经是三十岁的后期了，好 ，in my late thirties， 也就是37、38、39，而没有小孩，所以人们问他，哎、欸，你怎么快30、快40没小孩啊？他想要告诉他们，嘿 ，fuck off， 这样子。那他已经说不上来有几次了，太多次了。后面你再把它读完。I'd almost rather tell them about my illness so they feel bad and know to shut up, but I don't. 所以他几乎想要宁愿告诉他们我有病，对不起，对不对？那因此他们就会觉得啊，对不起，我不该问的，然后就会知道要闭嘴了。但他却没这么做，他不想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你算是一个反正不想讲的事情嘛，对不对？谁想要自曝？这应该叫自曝其短嘛？但也算是吧，因为他有病啊，反正是不是小孩 ？That's a disadvantage， 真的啦。好，所以他几乎想要跟人家说他有病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就会觉得哦 guilty， 有没有啊？抱歉，我不该问的。可是他没这么做。It's none of their business. People need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own lives. 所以这个人的立场，他说想要跟人家说，可是他却不会说。好，不想自曝其短。下面的人回应：哈、啊、哦、oh, ，I don't hold back on it anymore。所以下面的人是有一样的状态，但他已经不会 hold back。这 hold back 就是像例如说我想哭，可是我勉强把眼泪忍住，这就叫做 hold back。所以他已经不会忍这件事了。所以 I used to， 他以前也会，所以以前会就 used to。I used to hold back 这个自己身体有病的这件事情。But I lost my indoor voice filter。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声音的一个这个过滤器，所以他已经不过滤这件事了，想什么就讲出来。所以 when I hit my 40s， 所以当这个女人进了40岁之后，他就不管了，所以他就把下一个他跟人之间的这个 scenario 描述给你听，非常的尴尬，说真的。所以他这边就有个假设一个对话 ：Don't you want kids? Don't you want to be a mom? Don't you want a family? 呀、yeah, ，所以他就人们问他的：你不想要小孩吗？你不想结婚吗？不想当妈妈吗 ？Yes。Actually, I did once. 其实我想啊，我曾经一度想啊。然后下面人就说：“我、well, Why don't you just have some then? 那你干嘛就不生呢？”好，然后他的回答是 ：“Because my reproductive system has been malfunctioning since I was a teenager, and it's never been a realistic option. I've conceived 3 times, and each time the pregnancy has ended in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painful miscarriages by the 10th week.” 哈，所以因为我的这个生殖系统 reproductive system， 我记得我们走过这个字。Has been malfunctioning， 反正就是 malfunction 就是无法发挥功用了。好、哦、，malfunction 是功能 ，mal 就是坏的、不好的。好，所以他的 reproductive system has been malfunctioning since I was a teenager。所以自从是十几岁开始，他的那个系统，对不起，就没有运作正常过。And it's never been a realistic option。所以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一个切实际的选项。所以生小孩这件事情是不切实际的。从一直以来都不是，所以他这边也用了一个现在完成式 ，It has never been a realistic option。然后他又说了，他人生到现在已经怀孕过3次，所以又用了现在完成式 ，I have conceived 3 times。所以 conceive 这个词有孕育之类的意思。OK，I have conceived 3 times， and each time the pregnancy has ended in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painful miscarriages。每一次他的这个怀孕都用什么做结尾？Has ended in something， 用 in 那个 in 后面的那个东西做结尾，所以 in what？ 所以肉体上的以及情绪上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流产，所以这边这个文法好 painful miscarriage 就已经是痛苦的流产了，然后你要加上一个精神上的跟肉体上的，那你就要用副词来修饰 painful 这个形容词。好，讲这样够了，所以 ended in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painful miscarriages， 所以 miscarriage 是。啊，流产 ，OK， 啊，这些字没什么不好说的、啊，虽然说起来都是蛮令人伤心的字 ，miscarriage， 流产。好，我们也不一定要理解为这是流产。要是今天像司法的那种司法不公啊，或之类的，我们也看过这样的词，叫做 miscarriage of justice， 司法流产了。好，这个字也有这样的用法，蛮有趣的。我把它打一下好了哈。所以 miscarriage of justice， 好，司法的流产，司法不公之类的。好，那时间再说一下，这边我们刚没讲完 ，by the 10th week， 那十周也就是两个半月啦，对不对？就八四周四周加两个
加两周嘛，所以也就是真的三个月以内的事情。所以其实虽然像我们这个华人有个传统，就是三个月内不要讲，因为三个月内都还很容易流产掉。像我也真的听说过很多女生有这件事。所以要是你是女生，然后三个月内流产的话，其实我想要安慰你的就是这没什么，这真的没什么。那你调养过之后，多半接下来下一胎就是蛮安全的了。好，那当然真的第一胎内不要讲，因为讲了流产掉的话，你真的会很麻烦。因为你要会说，哎，那现在几个月啦？现在没有了。你看，就让自己得解释，然后你也会让问的那个人尴尬，所以何必呢？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是很有它的道理在的，真的。好，所以你看这个故事讲完了，所以你要问他说，哦，你怎么不怎样，怎么不这样？好，我就把我的身体状况讲给你听哦。怀孕三次流产怎么样？你听完你高兴了吗？你开心了吗？所以这个人的 PO 最后一句 awkward silence ensues，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尴尬的沉默，就是接下来在两人之间发生的状态了。这个 ensue 就是接下去的概念 ，ensue， 接下去，所以接下去就是尴尬的沉默了，这样子 awkward 这个字看一下 silence 应该 OK 了，好 awkward。好，所以这个人就说我不 hold back， 我就讲这样子。OK， 好。那下面这个回应其实很英文哈，说 Go off Queen， 就讲 你就说吧，皇后，就他把这两个人称为皇后，对，哦，皇后陛下，你就说吧，哦，你就把你这讲法 Put them in their places， 就让他们尴尬吧，把他们放在他们值得、他们应该被放在的地方，哦，就你要问，那我就让你尴尬，你活该。所以 Put them in their place， 没错。All right， 好，所以这第二个，来，我们再看下去。下一个人说，这个帖，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回应 ，everything， 什么都被批评，然后讲了几个不同的 scenario。我觉得这都不要说女生了，男生也有时候会被这样子批评。所以他说 ，I'm pretty， but if I say I am， then I'm conceited。所以我很漂亮，但如果我说我很漂亮 ，I am pretty， but if I say I am pretty， then I am conceited。所以要是我直接承认自己漂亮的话，那就会被人家贴标签、自负，你就被批评，你很 conceited。这个是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曾经好像在讲影片的，大概两个礼拜前看过 conceited， 所以你用 arrogant 这个字来跟他做替换，还算是 OK 的，哦，自负傲慢 conceited arrogant 这样。好，所以要是，哦，直接承认漂亮 conceited， if I talk about my problems， I am playing the victim， 所以要是我跟你谈论我的问题，那就是我在扮演受害者， I am playing the victim， 大概懂，所以动辄得咎真的是 OK。When I call people out on overstepping my boundaries, I'm labeled a bitch. So call somebody out 就是，就把人家现在在做的行为直接就说出来。哎，你是不是现在在怎样？你针对我咯之类的。So call somebody out. 那个人就哦，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你明明就有。这就叫 call somebody out. 所以这个不叫做打电话给人家哈。那如果真的打电话给人家是 you call out to somebody， 大家可以这么说。OK， 好 ，call somebody out on 什么东西？我这边补一下好了 ，call somebody out on 什么，就把那个人在做的事情啊，就直接给他点出来，而不让他继续演下去。这样，像假设你现在在跟我讲一些狗屁的事情，然后我说你他妈你虎烂，你根本现在在糊弄我，就 I， 所以我就在做的事情就是 I'm calling you out on your bullshit， OK， 所以 call somebody out on his or her or their bullshit 就。你试着在那边糊弄我，然后被我直接点破了，所以这就是 call somebody out on 他的这个受词的这一个中文的去解释。我不太会把这个翻成中文，我大概讲这样就够了。OK， 好，所以这 OK。那刚刚还没讲完，说 when I call somebody out on 这件事情，什么事啊？我刚刚讲的是 bullshit， 这边讲的是 overstepping my boundaries，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就是你的 boundary。那如果这个人跨了你的界限，来踩到你的私领域，踩到你的地雷之类的，所以要是你直接说，哎，你踩到我的地雷咯，然后这时候他就会贴一个另外一个标签，这标签是什么 ？bitch， 所以人家会说你是个 bitch， 就要是你冒犯到他，像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常在讲说 Karen 有没有？那你如果不知道，回去看我影片 Karen， 那 Karen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名字哦，你哦 ，don't be a Karen 这样，那。可是对 Karen 来说，你真的也就是踩到他的界限。像你说，哎，你怎么不戴口罩？你要戴口罩啊！然后他说，哦 ，I have a breathing problem。我的 doctor 说我不可以戴口罩，然后被人家拍下来说你是个 Karen。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踩到他的 boundary， 所以我们觉得 Karen 是 bitch， 可是 Karen 自己不觉得。好，大家懂齁。好，所以然后再来，当我想要 when I want time to myself， 想要自己保留自己的私密的时间，那又被贴一个标签叫做自私。所以真的这一切就是动辄得咎。 OK， You can't do anything right， so everything you do you'll be labeled something negative。 好，每做任何一样事情都会被贴一个负面的标签。好，所以难怪他说 everything。 好，大家懂了， cool。 OK， 这里再看一个， being too independent， 太独立也会被人家批评呢。好，他说 I hate waiting around for people to make up their mind。I solo hike, travel, camp because I hate how people vacillate。 啊，这个词好酷哦，我也算是新学到这个词，等一下看什么意思。 Some people are also so afraid of living, I think they have no zest or sense of adventure。 好， anyway， 所以太独立被批评，所以他不喜欢等待，所以 wait around for people to do something， 来等待，来让他们决定，哦，要干嘛。所以 wait around for people to do， 所以你不要只记得 wait， 只能接 wait for 或者 wait on，你也可以就 wait around 这样子。 OK， 好，所以他不喜欢在等待人们去决定他们想做什么，所以他都干嘛，他都自己做事情。 I solo hike， solo 应该没问题啊，就自己独立的。 hike 是健行， travel OK， camp 就是露营这样子。因为他不喜欢人们怎么样去 vacillate， 这个词 vacillate 其实就是去动摇，哦，想左想右之类的 vacillate。 那他也就是 indecisive， 换个说法，so people who are indecisive，哦，好，所以 OK， 那下面这个回应我觉得这里也不错。可以，因为我们这边有个词要看，就是 flick， 所以 Yup， 他同意。 And people hate that， 那人们是讨厌这件事情，所以批评你。对， I've lost friends over them canceling on me。 好，所以他已经失去过朋友了。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朋友跟他啊，我不能去了， cancel， 好，那就绝交了，干。所以 I've lost friends over them canceling on me， 所以对方 cancel on 他，那他就拜拜了。 And me going through with the plans alone anyways， 而他就把计划自己照做下去。对，因此这样绝交。 So why excuse me， why would I not go to the beach on the day I had planned to just because someone decided to flake？ 所以为什么我不应该照计划去海滩呢？对不对？ Why would I not go to the beach on the day I had planned to just because someone decided to flake？ 就只因为有人决定要 flake，那我就不应该去海滩吗？这样子。 So I'll go along and love it, thanks。 所以这里一个词叫 flake， 啊，这个字有点重要。什么意思呢？所以 flake 就是一个不可靠的人。那你可能想说，哦，难道这个可以被理解为就是放鸽子吗？其实不算是，它是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要讲放鸽子是 stand somebody up， OK， 说，哦，你放我鸽子， you stood me up， 应该是过去式嘛，对，你放我鸽子， stood somebody up， stood me up。所以 stand somebody up 这个是确切的放鸽子的意思，但是 flake 可能是他答应了一件事情没有做到，那也可以是 flake， 因为他就是不可靠嘛，所以这不一定跟放鸽子，是同样的，可是放鸽子是他底下的其中一种可能性，这样大家懂了齁。我们一定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snowflake。 所以虽然这个是 flake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的碎屑 flake， 那 snowflake 就是雪花了， OK。那可是雪花今时今日有另外一个，我记得我讲过，希望你有记得，就是玻璃心。所以你看它的英文定义 ：a very sensitive person, someone who is easily hurt or offended by the statements or actions of others。所以对被别人的言论或者被别人的行为，很轻易的被冒犯到、伤害到，所以就是玻璃心嘛，对不对？玻璃人这样子。好，所以虽然说两个字都有 flake 在里面，其中一个甚至根本就是 flake 这个字，可是前面的这个 flake 是不可靠的人。后面这个 snowflake 是玻璃心。好，这样 OK 哈。好，我们小小复习一下哈，来复习时间。所以这边有批评，所以女生被什么样的东西批评 ？Cool， OK。然后他刚刚讲的这一个时态的部分，我们这边就算了。好，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来结婚生小孩，可是因为他身体的一些问题，所以 male function 就是功能坏掉这样子。Conceive 是刚讲的孕育，所以你说受精、怀孕之类的，也可以用这个字 conceive。Miscarriage， 好，很遗憾流产，那甚至不见得用在流产的范围里面，你也可以说司法不公之类的 miscarriage of justice 这样。所以这个字啊，其实carry 这个字啊，其实它就是 miscarry 这个字的变化成名词，所以 miscarry。那要小心这个发音上，这个 a 是没有发音的，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念成 miscarriage， 那是错的。
就是 miscarriage。好，然后他说的，他讲完这一套之后，他跟这个谈话对象之间就尴尬的沉默 ，so awkward silence。接下来发展下去 ensues， 所以刚刚的 ensue 是动词，so awkward silence ensues 这样。然后下一个人说的是他很独立，所以他不喜欢，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人，不过复习没关系了，所以他说他太独立了，所以被人家批评。那他不喜欢人家在决定上有很多的动摇，所以 vacillate 我们刚看到，对我来说也是蛮新的一个字 vacillate。Being indecisive， 好 ，indecision 就是一样，无法做决定，好，很容易动摇。那flake 一个不可靠的人 ，so if you flake on somebody， 那就是你答应他做的事情没做到，也可以是约会爽约。所以如果你只讲约会爽约放鸽子的话，是用 stand somebody up 就是了。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会有其他意思的一个片语。但是 flake 的话，我们刚刚说过，它的范围比较广。答应的事没做到，也可以是 flake， 不见得一定是约会。好，然后 snowflake 刚说的是玻璃心，没问题。conceited 自负，这一篇刚说的是动辄得咎，做什么事都错 ，you can do no right。所以要是你说自己漂亮承认的话 ，you're conceited， you're arrogant。那 call somebody out on something 就是你直接把他在做的事情给他戳破这样子。戳破好像不错这个片语。好，中文来翻的话。So, 如果一个人试试在跟你讲一些狗屁的事情。啊骗笑啦，我听你在讲，然后直接把事实说出来。So, you call somebody out on his bullshit, on her bullshit. Anyway. 那如果踩到人家跨过人家界限，踩人家的点，踩人家的雷， you overstep somebody's boundaries. 好，然后就被人家说什么。被人家说你是个 bitch， 好，蛮可怜的哈。好 ，anyway， 到这里大概可以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还蛮多的，希望对你是有用的啦。来，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